最棒的台湾制造 MIT Kawa 川钢铁件事务所 ，Yes！出国开箱，香到流汤。今天我们来开箱 Thai Sport， 还有台北自行车展，在南港一馆跟二馆有我们台北国际体育用品展，有非常多的体育用品，还有我今天跟何老师的 Live Podcast 讲座。等一下我们也会去一馆来拍更多的自行车，让我们一起给他 Indoor to Outdoor Back to Indoor， Yes。好，在我身边是来自台南最棒的川钢聂雅。上一次举重台、减震高台，这一次他们在 Thai Sport 有一个摊位，我们来看一下新产品的是，这个是我们新做的全铁的哑铃啊。为什么是土豪金？因为就是我们比较 M4 想要高品质啊，比较精致的东西的，所以这是真的镀金啊。这个不是镀金，这个叫做镀钛，它这个颜色是土豪金色的，它也有玫瑰金啊、红铜色啊，其他的颜色，所以它就是。是全金属，然后它从五公斤也许到三十公斤，甚至可以更多，五六十公斤都可以再做上去，因为这是全部用 CNC 车削出来的。哇塞，一般不会用全铁，一般会包胶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但我们国外的巨巨，他们其实一整套都是这样子全铁的，它是一个脸谱啊，然后六公斤这样，这还是一个试作品，然后这个是胡桃木，哇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刻定。土豪金的 SBD 哑铃，哑铃哦，原来是这样。OK， 我想问一下你啊，这一台我看很久了 ，All in One 居然有 cable 的深蹲架呢？现在是不是有一个趋势，是因为空间有限，所以把深蹲架跟活动式的 cable 都把它做在一起？对，没错。因为一般的深蹲架，我们都要建立三项深蹲、硬举、卧推，这些是很 OK 的。可是要再更细一步，可能要高低拉，或是双边飞鸟这种 cable 训练的话，通常在健身房就是另外一台机器嘛。空军的需求，或是现在比较多小的工作室，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一机多用，直接做到各方面的训练。所以就直接把铁片跟滑轮放在架子里面，然后这一台就有滑轮 cable 的功能，然后也可以。来做深蹲 bench press， 然后像这种握把式的握把，那这个高度跟杠片数啊都可以克制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可能不用那么多片，但是有锯锯就要很多片，重量或者是杠片支杠架，通通是可以克定的。哇哦！因为我们自己设计出来，然后去做的，所以我这里有做一个比较特别的设计，是我们把它的起始重量设的比较轻一点，对很多女性来说，她可能从5磅或是 2.25 公斤。他就可以开始做这样 cable 的训练，其他的每一片载重你也可以再往上加，因为有一些人喜欢破台，他喜欢插到最下面去，300磅、啊，这个高度也可以依照你的高度来克制。我做过最高的大概接近3米，就是国外运动员他们身高高，他们要求要跳的也比较高，这是一个拉销，这样快速的插销设计。哦，这种高拉、低拉都拉得到呢。比如说 J 勾跟保养资料，它就可以到很低的地方，它是可以直接低，然后可以直接变成说，可能划船的高度。如果要做一般的训练的话，就直接推到最上面，就可以在这上面挂杠开始做三项。其实我喜欢川钢的架子，有一个很棒，就是它有这个雕刻的这个21、20、19、18、17，因为有时候没有记得你惯用的一个架高的话。你可能每次弄会差错啊，如果有记得啊，反正我就是17，有没有？相对蛮准确的。对工作室或健身房的教练来说，他也比较方便去记录学生。因为疫情啊 ，home gym 或者像我们 office gym 室内的环境跟空间越来越限缩的情况之下，一台多用这个，我相信是未来的趋势。比如说我在我的 office gym， 我就放了一台蹲举架，其实就没办法再放什么 cable 或者其他的固定式器材。如果有这一组。cable 连在我的原本的深蹲架上面的话，其实就100%全部齐全。去年就开始慢慢在跑了，今年开始就是正式的上架，然后做订购这样。折扣码有没有折扣码？私讯念友，私讯说看到秋哥二万一秒，对不对？二万一秒，一定要呛你的名字，一定要呛一下秋哥，然后你就会拿
到折扣了。通常还是会有一些高度的需求，很多东西需要检查，所以私讯卡瓦他们的粉丝页 IG 卡瓦 Steel。哇，所以念啊，你们家也有做 SSB、啊、SSB 安全深蹲杠，嗯，不错呢，蹲起来感觉很好，而且你们自己也有做铸铁杠片，这是不锈钢的，也是 CNC 车销的，哇，这是白铁不锈钢哎，对对，这是白铁316L 的不锈钢，316，你用316，然后里面我们预计要做颜色片的，我们是做纯钛的板，钛合金的那个钛，这一片哇。凶哦！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打样、啊。OK， 大家只要买不锈钢，大家会看我是304不锈钢还是316不锈钢？你用316哎、欸，比较贵的不锈钢哎，哇！他们说医疗级的不锈钢，对，医疗级的钢片，这个绝对是顶级课程，好不好？收看我们的粉丝都是顶级课程，这个是预计要做终身保护。哦，有道理，不会生锈，就是最严苛的环境下，它都是可以保持这样子。有目标是做这样子的，所以材料我们会用的比较硬。哇，这个太狂了，已经有人定了，定一整组这样子，现在5到25各一对，最大就是45，可能就是这样45的标准尺寸。嚯、哦，前面有不见，只是变成不锈钢的样子，就是穿钢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屌哎、欸，穿钢也是 Total Solution。One stop shopping， 对不对？对啊，希望可以走进来就走不出去了。其实不管你在build自己的 home gym 或者是 office gym， 或者是你有连锁或者是中大型的健身房，其实川钢一直都是大家的好伙伴。你像陈吉也有很多你们家的产品哦，推荐赞鸡推爆推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，哎，欢迎联系他们家的 IG 粉丝页，他们家的官网非常好逛。那我们8月6号、7号大力士比赛，川钢也是我们非常棒的、非常重要的 sponsor。对，所以大家也会在现场用到。看到川钢的产品，那我们就 stay tuned。8月6号、7号台大体育馆大力士比赛，耶、yeah, ！感谢你啊。